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BIOS TV。 好，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18寸的 cheese pizza。 好，18寸有多大呢？用我的手来比一下，真的还蛮大的。我们来打开看看。哦，哇，有点偏掉了，把它拉一下。好，因为放在车上可能有倒掉，所以压到另外一边。好，没关系，看一下，用我的手当比例尺，还蛮大的哦。那上次我有开箱另外一个总会披萨，总会披萨是有含牛肉的，那它的直径大概40公分左右。好，看一下。那如果点 cheese pizza 的话，大概都要等15分钟左右。可能啊。好，把它拉平，这样美观一点。那买披萨的话，也是可以跟他要那个辣椒粉的。因为它辣椒粉不会放在外面，所以还是要跟那个服务人员讲一下，他就会拿给你。好，那今天就开箱到这边，谢谢收看。